司徒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不就是长得稍微帅那么一点点吗？这也太帅了！我是司徒风。你要时刻记住，你是优质偶像，你要不食人间烟火。司徒风明明吃了我们三分之二的零食啊！你要惹人疼！哎呀呀呀呀呀！等！你的粉丝一看见你，他们就得说：粉丝？你哪里啊？你好，我是你的新同桌陈青青。看你长成这个样子，我就放心了，肯定不会有什么绯闻。你看什么看呀？对于丑陋人，戏看是一种残忍。为什么好好的大小姐不做，要自甘堕落呢？我一定要向全世界证明，在我陈青青的领域，要做一个 queen。这就是爸爸妈妈读书和相爱的学校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张芳芳。张芳芳，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就你还想当女主角，这种机会当然留给我们新雅。男新雅，我堂堂七尺男儿怎么能说滚就滚呢？别太在意，我这个人呢是很注重个人卫生的，并不是针对你。谁呀？我是林逸阳。这不是司徒风的项链，怎么在你这儿？有一点，远离司徒。对不起，你没受伤吧？用的，又爱干净，而且还没有不良嗜好。说是直男啊，都没人相信。他们怀疑你的性取向问题，怀疑你跟谁呀？谢啊，哪个？